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自为人医守护爱，我是傅之成医师。在我们心电直记，处处都是感人的故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一位罹患癌症的吴吉安小姐。那她的故事呢，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感动。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路陪伴吉安的许博志许医师，还有吉安的好朋友呢，也是我们的陈怡君护理师，来跟我们介绍吉安的故事。那我们欢迎许医师。傅医师，全球的观众大家好，我是许博志医师。我们欢迎陈怡君护理师。傅医师好，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慈院陈怡君护理师。那开始前，我们先介绍今天的 call in 团队。那今天来接 call in 的呢，有眼科的徐维成主任，中医科的吴炫张医师，肝胆肠胃科曾代中医师，放射诊断科郭秀文医师，神经科杨富义医师，还有肾脏内科的洪思群主任。那欢迎各位，有任何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医疗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那今天的故事的主角是吴吉安。那吉安呢，从高雄来到台北慈济医院就医。那他在慈济医院接受照顾，也在慈济医院付出了他的全部。那他令人感动的故事呢，也经由很多我们慈济志工的分享，也散播到了全世界。那吉安透过了行动，为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位无语良师吴吉安的故事。慈济医院空中花园，一群慈济志工陪伴着病友欣赏花园美景，其中有一位女孩吴吉安，她不但无法进食，更不能说话，只能借由手势告诉旁人她的想法。你想吃啊，不能吃，是这个样子。哎，想吃，你看吃过的东西那么好吃啊，她还没办法吃，所以她心里有一点点难过了，真的会难过。其实她看我们吃东西，她很想吃，但是她很乖，她也不会说我要吃或怎么样，因为他真的实在没办法吃。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发病是那个喉咙有那个白白的，到那个医院去切片了以后，经过他们医生检查，说是有没有背氏息症，还有到最后是牙周病，怎么还有口腔外科的，都有经过他们一系列的检查。检查有10天哦，到时候才结果是判断是不是因为牙那个舌头有破个洞，才叫做才说是舌癌。吉安不仅是父母心中乖巧的女儿，也是朋友眼中的开心果。乐于助人的她，常常担任社区的志工，也曾加入慈济骨髓捐赠活动。离癌的打击虽然打乱了她的步伐，但是乐观的天性让她在台北慈院结交了许多的朋友。哎，看到你的脚丫在动，今天气色还不错哎。陈怡君是台北慈院的护理师，能和吉安相知相惜，是因为他们都曾经在青春年华的路上和病魔相对抗。而战胜病魔的怡君对于吉安的关怀，除了是一种陪伴，更是无比的鼓励。当我送给吉安笔记本，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画画，所以希望他就是当走出他的病房的时候，可以带着笔记本去画画。那或者是，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用言语，像我们用言语去表达我们的心里面的想法跟心情，所以我希望他就是可以借由笔记本就是写下来，那就是至少有一个就是抒发的管道。我准备一个东西要给你。在理想中追求进步，在人我中相互感恩，在社会中祥和无争。其实这些考验啊，都是在考验我们的智慧。那如果我们通过了这个考验之后，就会有很多正向的力量。也要加油，这10句话送给你，可以每天都看着它。嗯，然后爸爸妈妈他们其实也真的很辛苦。你要跟他们说我爱你吗？看你有什么话要写给他们。我们第一次见到怡君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孩子怎么那么懂事，而且大概是经过病苦吧，让他很懂事而且很贴心。然后
候大概一样都年龄接近嘛，他好像很懂得吉安的心态，好像就很投缘，就一直鼓励他，就好像多了另外一个女儿一样，嘿，然后他自己也觉得好像一个姐妹哈，这样子看到他，他也很开心，而且一种希望，看到那个怡君好像看到希望。哇，我们影片中可以看到吉安非常的年轻哦。请问许医师，他当时是罹患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会让他没有办法说话呢 ？OK， 那吉安其实罹患的是口腔癌中的舌癌。那其实他年纪轻轻不应该得到这样的疾病，因为他没有抽烟、喝酒、吃槟榔。可是因为他的免疫系统的问题，然后因为舌头在长期的摩擦之下，造成了舌头的病变而产生的舌癌。那他为什么没办法说话？其实他是可以，原本是可以说话的。那在过去他其实在某医学中心在做一系列的治疗，但是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治疗，肿瘤没有得到缓解，甚至是越来越大。经过转介来到我们的医院去就诊。当次就诊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时候是整个头包满了白布，白色的纱布，那非常的味道非常的重。因为口水都渗到纱布上面，然后味道非常的重。那当时我们就经过检查跟看一系列的检查以后，我们发现他的肿瘤其实从左侧的颅底一直延伸到左侧的颈部，甚至到有跨过中线到右侧的颈部，这个肿瘤是非常大的。那经过跟吉安本人还有父母讨论过后，我们跟他讨论过，是希望如果要做治疗，那我们就第一个要先维持他的呼吸道畅通的呼吸，他才能够做后续的治疗。所以我们会刚开始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就放了一个气切，气切放来保护他的呼吸，不要被肿瘤压迫而影响到了生命。那所以说他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是蛮辛苦，有一个气切在那里，但是也保护他在这段时间的完整的治疗。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他当时疾病其实是蛮严重的。是，那怡君是门诊的护理师哦。对。你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下认识了吉安呢？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到吉安是因为院内的一位就是燕涵师姑，那他因为他长期在陪伴一些就是我们的病患，那在透过他的接引之下认识的。我第一次认识吉安的时候是刚好他在病房第一次插花活动的时候认识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燕涵师姑当初跟我说的时候就跟我说，我要把吉安变得跟你一样的坚强跟勇敢，那甚至跟我一样可以在现在去付出自己，那帮助更多的人。其实当下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还蛮感动的，虽然当初一开始认识吉安的时候不太知道他的状况，但是听到这个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既然是我有机会去帮助吉安的话，那我当然要全力以赴那去帮助他，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是这样子。那我也听说就是怡君跟吉安的感情非常的好，那甚至跟他的家人的互动都像是家人一样。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所认识的吉安还有他的父母呢？其实在接触吉安的一开始，我的心里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跟他分享我自己在过去生病的阶段所做的治疗的一些酸甜苦辣，甚至一些自己的经验，那能够希望借我的分享，那给他一些力量，或者是让他有一点方向，不要这么害怕或者是担心。那我也希望就是能够就是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他，所以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到其实我跟吉安有很多个性上面都非常的雷同，就包括我们对于自己就是想要做的事情都是非常的执着。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然后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这样子，那就变成就是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其实在陪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真的也看到吉安跟他的爸爸妈妈，我们常讲就是父母之间跟孩子之间的亲情啊，是很难去做切断的。其实就是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相信这份亲情一定是都非常的坚韧，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受影响。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吉安的爸爸妈妈他们
其实无时无刻都就是陪伴着他，24小时都在医院。我相信就是如果有住院过经验的人都会知道，其实就是在医院的陪病床其实都是小小的一个，但是吉安的爸爸妈妈他们是24小时都陪着他、嗯、那爸爸他自己还准备了行军床，就是希望能够24小时能够在旁边就是照顾吉安，那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就是在旁边陪伴陪着他这样子。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就是吉安跟家里的人感情都非常的融洽，那在陪伴吉安的过程也看到就是其实爸爸妈妈他们真的都非常的坚强，其实他们心里有再多的不舍，但是他们都非常就是一直都给吉安非常正向的力量。那其实我们常常想说，哎，生病的应该是最辛苦，或者是心里的情绪是最难去抚平，或者去最难去关怀的。其实那时候我有想到，就是哎，其实吉安爸爸他妈妈他们也需要，就是有一些人来关心他们，或者是有一些人给他们一些支持的力量。所以那时候我还找了就是我爸爸妈妈、嗯、那来陪陪吉安的爸爸妈妈这样子、嗯、希望就是透过彼此的正向力量，然后给彼此一些加油打气。父母是很辛苦而也是非常伟大的。对，那徐医师跟怡君在照顾吉安的过程当中，除了治疗他的疾病，也付出了很多关怀还有爱心。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帮助他的。把眼镜先拿下来。口腔外科许博智医师是吉安的主治医师，因为他的伤口很深，一不小心就会伤及大血管，所以许医师总是在忙碌的工作中排出时间亲自换药才能安心。换药的时间也是许医师与吉安讨论治疗进度的好时机。总之就是再做一次以前的流程的，我们那些化疗的方式再走一次，但是会加入标靶，那你了解意思吗？你不懂？你是不懂还是你没有要做放射治疗？吉安他看到许医师的用心，他说他很认真，吉安自己写，他说他很认真，我一定要很努力，要赶快好起来，因为许医师真的连有时候半夜他都很担心的，他说他都不敢好好的睡，有时候半夜啊那个护理师一 call 他就来，所以我们真的也很感动，许医师的这么用心，已经好像不把他当成病人了，好像是当成家人一样的照顾。除了治疗吉安的病，许博智医师也用心了解吉安的需要，让他在漫长的治疗路上不感到孤单。那从上面得知说，哎，他过去的专长就是插花，是一位插花老师，所以那我们就想到说，如果可以，哎，让他插花的话，是不是可以引起他更大的信心，想办法想要治疗，完成治疗。就是这样一个仁义的出发心，让吉安在医院的生活多了许多色彩。拿着花材，从事最喜爱的插花工作。这时候，在吉安的身上看见了认真与专注，真的很感动。我觉得，真的许医师他不只是他要医治他的身体的病而已，他也要医治他的心。他觉得他要让他有信心，然后心里不觉得大概有一个寄托吧。然后用心灵的疗法，希望借由这一次的义卖，然后帮他自己圆一个梦。那你希望大家等一下多给他一些鼓励，谢谢。医院特别为吉安举办了一场爱心义卖活动，许多大医网、百医大事、医院志工以及前来看诊的民众都来共襄盛举。吉安的院聚集了大爱的心，看到有这样的成果，吉安也相当开心。我本来打算是给他20分钟，我就把他推上去了，结果他在那边待了一个半小时，所以他很开心，还有什么，他还很热闹，因为他也没有看到这个场面这么热闹过。对，就是人家订走了，对，但是都订走了哈，不好意思，没想到我们那一天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就是所有的花艺被抢购一空。那每一个人在来参与的过程当中，最令我们感动的是欢喜，善的力量那份彼此的感染的欢喜。
所以那一天其实基本上对吉安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哎，那当结束的时候，他就说，他不能说话，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真的很感恩大家，让他有付出的机会。一个人的生命到了中程，还会去想到说为别人付出，他的生命是何等的崇高。那许医师在吉安住院的这段期间呢，其实每次的换药都是亲自帮他换药，所以将近这三个月来都等于是天天在待命这样子。是，那吉安的照顾上是有什么特别危险的地方要注意的吗？其实是因为随着肿瘤，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肿瘤也慢慢的萎缩了。那原本肿瘤占据的颈部的位置呢，因为萎缩的关系，所以颈部的动脉静脉也因为这样子暴露出来。所以在换药的过程当中，这个可能在一个不小心会造成颈动脉或颈静脉的大出血，这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为了不给其他医护人员更大的负担，所以都会由我亲自的换药，再有其他的时间再由其他护理人员来帮忙换其他的纱布。哦，是这样子。所以是因为怕动到那个动脉跟血管，是因为那比较危险这样子。那我们刚刚影片中看到了，就是吉安还拿起了花材，然后甚至办起了一个义卖的活动。那这个除了募集到大家的爱心之外，还让吉安自己也感到非常的成就感。那我听说这都是许医师的主意吗？其实在我们的治疗过程当中，吉安跟爸爸妈妈在病房里面，其实就是每天等着换药跟化学治疗，没有什么其他的目标。那一个病人当他得到这么大的疾病，他在治疗过程当中，这每天就只是面对了医护人员，没有其他的目标，他会很容易再强的意志力都有可能因为这样子被打败、被击败。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到说，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增强他的自信心。那经过侧面了解，我们知道吉安过去在生病之前是一个花艺老师，那对于这个插花是非常的专长的。那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些志工，或者我们也帮他准备了一些花材，休息在他的治疗的空档的时候，就让他在护理站、在病房，大家体力许可的情况下，下床来运动，下床来插花。那将这些插好的花材呢，送给其他需要的病人，或是送到其他护理站，让其他病人也能够分享这些鲜花，这些花材。那可是在为什么会有这个义卖呢？最主要是因为吉安每天大概都要从九楼到二楼来换药。那到二楼的时候，我们慈济医院在二楼有一个三捐部展。那当时他在这个看到这么多其他的师兄师姐捐出他的大爱来帮助更多需要的人，他也看到了非洲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他就下了一个立了一个愿望，说我现在在生病，我有没有可能帮助大家。那经过我们就跟他沟通讨论以后，我们就帮他办了一个义卖，让他圆了这个梦想，圆了这个希望。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也很高兴他的活动非常的成功。是是。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再回到吉安的故事，嘴巴再闭一下下。对啊，有进步哦。帮你抽一下痰哈。吉安抽一下痰哈。他帮你抽一下痰哈。要流汗死了。两点流汗的，把那个痰崩湿了哈。现在把它重新再换一个哈。花上的抗生素都压不下来。先按摩一下哈，脚趾头好冰。先，妈妈不甘你，不甘你受这么多苦。我们要想尽办法让赶快好。你可以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用心吗？妈妈希望你赶快好起来，你有好多梦想还没有实现。稍微保养你啊，不稍微保养你啊。你有花心，你有周子宫，是不是？对。你还记得吗？你还有去做那个医疗志工培训，是不是？
吉安爸爸和妈妈每天无微不至的照顾，懂事又贴心的他可能是不舍父母亲长时间的辛劳与操烦，最后选择了安心放下，回到菩萨身边。吉安，我没有会洗捐竹筒哦，我们的竹筒要去救人，你是个小菩萨哦。好好，咱们排队哈。姐，你已经圆满你的心愿了，你现在都没有病痛了。吉安，你要跟着菩萨一起走，菩萨会带你去，你要早点回来，回来我们再一起去帮助更多更多的人。吉安走了，在人生最后的时刻，他也不空过，奉献出自己的身体，接受病理解剖，作为在人世间教导我们的最后一堂课。你是大家的老师哦，哦，你教我们好多好多。他能够把他决定把他身体捐出来哈，这个真的是在我们医生在看到这种病人这种在很短的时间有这种成长哈，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个生命的那种生命力哈。好，这样就好。哎，啊好，反正我要成愿再来，啊，咱来过来做情，干来我菩萨咯，帮助诸济哈，祝福你哈。感恩师姑让妹妹圆满的心愿，感恩师姑让妹妹的人生悲喜可是不悲喜，感恩师姑陪伴我们，让妹妹离开之后全家的伤痛情绪还可以获得抚慰跟安定，真的很感恩圆满师姑，感谢圆满的师姑。不能哭，我们说好不哭的。嗯，那一种心情不是悲伤啊，是一种对一个人的生命到终成为什么能够这么殊胜，然后为什么能够让他的姻缘经营出这样子，是我昨天跟他妈妈分享说，其实是吉安牵着我们去协助他很多事情，我们从来没有主导他。吉安虽然无法开口说话，但是他透过行动实现了大爱的精神。在这场无声的课堂中，没有华丽的言语装饰，或许反而更能用心体会生命的意义。最后，我们是不是请许医师还有怡君简单的跟我们讲一下，从吉安的身上学到了些什么？我们先请怡君。其实从吉安生病的过程当中真的学习到很多，其实他带给我们真的很多，就是让我学习到真的他对生命的热忱以及他坚持他每一件事情，那他对每一件事物他喜爱的事物都充满了热忱，那这也时时提醒我们就是要把握每一个当下，那去做好我们应该尽的本分。最后我想要就是代替吉安感恩一直一路上面陪伴着他的人，那甚至感恩他的爸爸妈妈就是陪伴着吉安。谢谢怡君。那许医师。其实我们感恩吉安在这一段时间陪伴着我们，原因是因为吉安在这么的病痛的当中，他却还可以想办法付出他的力量，办了义卖，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甚至到了生命的终程的时候还捐出了大体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写出一篇精彩的故事，就像吉安一样，知为人。